就到此为止吧，你这只笨鸟。哦，他说的对，我做的这些也没有比他好。现在我的小不点们不喜欢我了，战车也被抢了，而这都是我的错。没关系的，他们自己喜欢当猫头鹰小不点，加上之前他们再生夜幕忍者的气，所以或许他们仍然可以帮我们，但是是帮我们完成任务，而不是帮我找乐子。水泥抢英雄该上场了。停下，夜幕忍者，把战车还回来。不可能，现在它是我的了，就像这些忍者们一样，他们再也不会听你的话了。忍者们，我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不是什么队长，只是需要帮助的人。哦，要讲感人的故事了吗，笨鸟？你们不要理会他，我是你们的队长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太重了，都给我跳下去，马上！你们在害怕什么呢？你们是忍者，一定会没事的，快点跳！哦不，他要他们跳下去，我们必须救他们。接住了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小心点，我在驾驶呢。飞壁侠，我有一个计划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，真让人懊恼。要是我能够坚持自己的计划就好了，再加上我的无敌超能力，水泥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超级吸力盘。现在该实施我的计划了，你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帮我撞击罗密欧的冰道。现在准备好做冰弹球了吗？啊，嘿，或许飞壁侠的计划有点用，来吧，来撞碎这些冰吧。啊！这些冰块人居然想要撞碎我漂亮无比的冰道！现在我要让罗密欧看看如何在冰上行走，超级吸力盘！你好，罗密欧。用我的超级吸力盘，我能在冰上走得比你更好。你在胡说！我的雪橇是由一个天才发明的，就是我，所以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是绝对不可能打败他的。明白了。你等着瞧吧。冲啊，飞壁侠！追不上我了吧？超级大力金刚手！罗密欧，耶！是时候把你们解冻了，水翼小英雄。哦耶！干得好，飞壁。我们该怎么找到一辆隐形的车呢？容易，无敌飞壁侠伪装术。如果看到鸡蛋悬浮，就说明它在隐形的东西上。猜猜是谁拿鸡蛋砸了机动车呢？是罗密欧。你说的对，让我们去找悬浮的鸡蛋吧。千里眼，找到了，但是好像变得更加难闻了。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罗密欧弄破那个超级巨型蛋之后更臭了。好了，睡衣小英雄，我们必须要在事情发生前阻止罗密欧。现在我们找回了飞壁侠机动车，我们来给罗密欧展示一下他能做什么。再多吸收一点恶臭吧，恐龙蛋，这将会变成有史以来最臭最臭的蛋。看来吸收的差不多了。你们阻止不了我，讨厌的家伙们。
时候放出这个恶臭蛋。飞比侠机动车变形，我接到了。哦，天哪，他又跑了。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睡衣小英雄。哦不，飞比侠，你在干什么？扔得不错，睡衣小英雄，来接接看我速度最快的球吧。飞比侠，你不能让那个蛋破了，我想到一个主意。飞比侠机动车喷水，干得漂亮，飞比侠。不，我一定要撞破那个蛋。猫声波，躲开。我跟你们没有玩水衣小英雄，你们这些破玩意儿没一个比得上我的发明，所以我要把他们都毁了。太厉害了，猫小子，刚才是你救了我们。谢谢，我的自行车表现得很棒，我甚至觉得它跟我的猫车一样酷。很高兴你喜欢它，因为超级交通工具要被罗米欧毁了。有我帮忙绝对不会，我知道我的自行车有多棒，我能靠它打败罗米欧和他的实验室。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超级猫步。否则我就像压扁易拉罐一样压扁你的车。他去哪儿了？耶、超级猫自行车，拿到了。你们拿走那个没用，我在实验室里也可以控制磁铁。你可以毁掉我们的交通工具，但那样你也会毁掉你的实验室。我已经知道这些按钮的用法了。水衣小英雄出发。绝对可以，只要你一直是一只傻傻的怕水的小猫，那你就永远拿我的乌云没办法。也就是说，是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哈哈，乌云们，给我排成一队，围住那只胆小怕水的小猫。不不不！哈，现在我可以回去用乌云把水槽装满了。月光威力，制造更多的乌云，把它们全部放进水槽里。我一定能做到，我讨厌被淋湿，但是我更讨厌自己让我的伙伴们失望。水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，超级猫速，我来了，水衣小英雄，比光速还快，哇！惊人的猫小子在乌云下飞速奔跑，哇！让他们全都跟上我的步伐。什么？等等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如果我一定要被淋湿，月之女，那么你也要。啊！我也被淋湿了。停下！停下！拿到了，现在轮到我来颠倒这一切了。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在胡闹的话，他早就应该安全地躺在床上了。没关系，飞比侠，但现在我们得让他下来。拿着这个，
水银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，我接住他了。飞蛾们，把我的月光瓷拿回来。哦，来我这边打呼，快来这边。啊哦，我抓不到他，怎么才能把他弄到地面上？你们离他远一点，他是我的。看来龙总是跟着好闻的气味走，还记得吗？有了，饼干，超级猫速，饼干很棒，抓到了！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木偶了。不，它是我的。哦，我想说我的招式才是最棒的，所以我获胜了。再一次，这里没有人可以比得过我，猫头鹰女才是获胜者。嗯，飞壁侠，猫小子，猫小子，放我们下！哦不，别只你抓住他们了。哦，要不是因为我总想着打败他们，他们就不会被抓走了。嘿，水银小英雄该上场了。第一队获胜了，看讨厌的家伙们，看看我的飞蛾们运输战利品的速度有多快。嘿，月之女，你的飞蛾们不错，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没有强壮到能够拿回那个最大的玩具，那个巨型霸王龙。什么？这简单，我会让飞蛾们帮我把这个玩具拿回来的。什么？不对，你们这群愚蠢的家伙，我是要你们一起合作把霸王龙玩具拿回来，明白了吗，飞蛾们？天哪，一点水都没有。我来帮你们啦。天哪，就差一点点。谢谢你，猫头鹰女。这没什么。抱歉，飞壁侠，我不该对你有敌意的。我也是，猫小子，我们都有点失去理智了。不是你们两个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我很抱歉，我把所有的事都变成了一场比赛，就只是因为我想每次都能赢。快从我身上下来，你这个大耳朵的家伙。月之女是不会放弃的，一只小鸟告诉我，我们现在应该停止比赛了，然后一起获胜。没错。蛋糕没有夜幕忍者的标志，看起来他知道会输。你在拿飞壁侠的蛋糕冒险，但我们成功了，还拿到了超棒的方大石气球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我要办一个蜥蜴主题派对。别只想着那个，飞壁侠，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他们有多棒了。他们端着超赞的方大石蛋糕。我真的很想要那个蜥蜴蛋糕，但是这个没有用的蛋糕好像没人要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大家交换好吗？才不要。嘿，好，我们交换。哦，一个方大石蛋糕。是啊，这是最棒的蛋糕了，没有比它更棒的了，尤其是当你按下这里的时候。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糕，它是一个黏黏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。一个黏黏鲜奶油飞溅的蛋糕炸弹。没错，当最后一根冰柱也变成蓝色时，它就会把奶油溅到四处都是，当大家想要去清理时，就一个个的全部都被黏住。谁敢破坏我的派对，这就是教训。如果所有人都被黏住，
就没有人能把飞壁侠的蛋糕拿回来了。我很抱歉，飞壁侠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刚刚或许是鬼迷心窍了，但是现在我有主意了，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耶！啊，该吹灭蛋糕上的蜡烛了。哦，什么人吵吵闹闹的？记住了，一样进去的获胜。我赢了。哦，那些无聊的水翼小英雄在干嘛？等等，难道是拍个游戏吗？来吧，再来一轮。把那个扇动翅膀的家伙变小。给我抓住那个家伙，忍者们！救我！准备好变小吧，水翼小英雄！千里眼！哇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有人在挠我痒痒！现在我们需要把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大小。好了，我们来缩小缩小器，直到它小到消失为止。耶！水翼小英雄，一起欢呼吧！因为在黑夜，我们拯救了世界。他现在知道你的感受了。虽然我很想看到他伤心，但现在我并不觉得好受。我本以为让他付出代价才公平，但错上加错还是错。没错，你说的对。夜幕忍者，我真的非常抱歉，或许我们能修复。不，是你毁了他，所以现在我决定要毁掉其他人的艺术作品。你们够了，忍者们。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，但你的雕塑看起来仍然很好。是啊，它看起来真的很像你，除了有人。是啊，你一定花了很多精力吧？现在展出了。别再说了，只有一件事能让我开心，那就是毁掉这座博物馆，把它推倒。忍者们，不要，夜幕忍者，别这么做。快抓住我，飞壁侠！超级大力金刚手。忍者们，给我把那个雕塑变得更重一些。把它交给我吧。我可以修复它。我的雕塑毁了，但我能拯救夜幕忍者的，还有其他人的作品。水翼小英雄该上场了。把夜幕忍者交给我，你去里面拯救那些艺术作品。超级猫苏。你要对我的手做什么？我在想你能不能把它借给我，夜幕忍者，帮我一把，可以吗？天哪，我坚持不住了！超级大力金刚手！雄鹰展翅！一个骗局，我就知道。猫头鹰女，不要担
心，我没事。哼，我已经厌倦了只有一个声音小英雄的声音可以玩，是时候把声音一网打尽了。啊，不，我好生气，声音他把我们的声音拿走了。也就是说，天才罗密欧把我们三个的声音都拿走了。那是因为他太了不起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没了声音就什么也不是了，再也没有办法能够打败他了。而这些都是因为飞壁侠没能及时把他的声音拿回来。罗密欧是一个天才，他是天才。哦，你想说什么，飞壁侠？哦，你是想说现在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？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，小短腿？想想看，有了这些声音，我能做很多有趣的事。睡衣小英雄将受到大家的谴责。哦，这比我想象中的更好玩多了。我怎么停下来了？或许是发动机出了问题。再轮到我了，简直轻而易举。你干的实在是太棒了。什么？快住手，睡衣小英雄。太晚了，罗密欧。飞壁侠，快堵上那个铺轨助手。我要超级星探，你们大家都抓住我。我做到了，超级大力金刚手。哇，说的对，我有一个主意，睡衣小英雄该上场了。这样就对了，再往左一点，我已经准备好破坏月球了。我感到很激动，主人。赶快住手，罗密欧！我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偷走的望远镜。有入侵者，有入侵者。谢谢，我知道了。这声音不是聪明的飞壁侠吗？很遗憾你来晚了，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英俊的脸雕刻上月球的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！啊，怎么回事？让你尝尝我飞壁侠的超级大力金刚手的威力。我有跳跃实验室和机器人，就凭你们这些家伙是根本不能阻止我的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。说对了，转移你的注意力只是我的计划之一，第二步就是我的后援了。你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吧？你们是跟月之女联手了吗？她也和我们一样想阻止你的行动。别想动我的月球，罗密欧，它是我的。才不是！看样子该实行计划的第三步了。月之女，说的没错，发痒袭击！停下，阻止他，机器人！没有人能逃过我的月光波，你也一样，机器人。那是当然。飞蛾们、月之女、罗密欧、机器人忙着阻止对方。现在我们开始进行下一步的计划吧。超级大力金刚手，拿到。
拿回望远镜，机器人。一二三四，我是最棒的怪兽，忍着忍着忍着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你们看，博物馆的天花板是玻璃做的，如果它继续唱下去，天花板会全碎的。夜幕忍者说了，没有乐队他就不能演唱，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去拿那些乐器。哦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明天在大家面前演奏乐器，但我还是要把它们拿回来。啊，我有主意了，现在他让那些忍者们躲到后面去了，我可以在这里用纵身一跃跳过去，再把他们弄进网里。飞壁侠负责扰乱视线，我挥动翅膀冲进去拿走乐器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举办音乐会。举办音乐会，猫小子。哇，猫小子小心。哇，超级大力金刚手。一个炎魔忍者歌手，骨架要散开了，散开了！无敌飞壁侠伪装术，停了！哦，都过来，忍者们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唱歌吧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只要一想到音乐会的事情，就会不由自主的腿发抖。没事的，猫小子，但我们必须要把乐器都拿回来。我知道音乐会对你们很重要，我又想到了一个主意。首先，我们假装是他的支持者，吹捧他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啊！亮星亮星歌手，我是最棒的歌手。啊！乐队伴奏能听见就行了，不要露脸。刚才那样真是太棒了。哦，有点困难，但我还是得继续啊。小心前面的墙。我的天哪，实在是太高了。别紧张，不然会掉下去的。没错，要小心点。真棒，我要让它降落了，慢慢的降落。做得好，我就知道你能行，飞壁侠。看，只要去尝试就行了。没错，飞蛾们，快点放我走，睡衣小英雄。该结束了，月之女。是的，我们拿到了月光飞船，你就没法偷更多的礼物了。哼，这不公平！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，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人。什么？你总是一个人过圣诞节？天哪，那真是太悲伤了。嘿。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过平安夜呢？跟你们吗？是啊，我们必须把这些礼物和装饰品送回去，你能帮我们？那样大家都能过圣诞节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吧，我想。快上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拯救圣诞节。耶！啊！